所以你安东知道那时候 Alan 不喜欢你这个人吗？大概知道啊，我们还蛮就是还蛮明显的，对啊，因为他在台湾出生长大，然后大概八岁来美国，然后他中文已经就是他只会中文嘛，然后他去中文学校，我会想你来干嘛？然后把我们所有考试的那个分数都当了他第一名嘛，然后就觉得。对你去干嘛？我去是因为我刚刚去美国的时候我不太会英文，所以我去是为了交朋友。对哦，寂寞。可是你去就讨厌别人吗？一卦啦，他的那一卦。对，然后我们自己有一卦，有点像 West Side Story， 就是他有他的 team， 我有我的 team， 然后他们是就是外国人的那一块，然后我们像外国人，本地人的，美国的本地人，美国的本地人。所以年冬当时已经是一群人里面的头头了吗？哦，对，是，太帅，都带走了。等一下，你到底受过什么伤啊？你回答得很快。我们毕业中文学校都没有是都不是朋友。我们大长大的时候，大概高中的时候就没有太管对方了。当然他是有他的朋友，我有我的朋友。然后到大学的时候巧遇。然后就是我们同一个大学，你并没有兴趣要遇到他，对对对，不得已遇到，也没有到不得已，可是就是不看到就哦，怎么又是他？对对，已经看了十几年了，怎么又是他？那大学的时候你们的样子都还是彼此一看就认得对方的，认得的，都看了十几年。可是我记得很深刻，第一次看到他在大学的那个我们 campus 上面，看到他跟我从小暗恋的第一个对象走在一起。哦，哎呀，原来是这样。这个男的真的是冤家路窄，怎么到现在还这么讨厌？我也不知道，这个我不认识。所以当时倪安东那个女生是你当时在交往的人？也不是，那个就是一个好朋友。啊，真是个，因为我跟那女的认识。你们心结现在有化解吗？应该有吧。就我们的应该有，我们的那些hatred有，有了 ，OK 了 ，OK 了。是吗？是吗？那你来台湾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有记得说有这么一个 Alan 很可能会在台湾吗？完全没有想到，完全没有料到。你根本不知道他住在台湾。就是我大概记得他家人是台湾的，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会回来。嗯。所以大学的时候，倪安东的外形跟现在是一样的吗？不太一样，他当然是越来越帅了。所以当时是怎样的倪安东？那是城市。他当时比较横向发展一点，胖一点的，胖一点，对。大概几公斤？大概我不知道哎，大概八九十。一百一十公斤。所以是那个时候是还是以个性取胜，是吧？对。直接承认。可是照你刚刚的讲法，你说 Alan 偏瘦，你的意思说110公斤，其实在美国说不定还蛮受欢迎的，是吗 ？OK 啊，就是不会到太夸张啊，不会被人家认为是胖的人，就是小胖子，不会到大肉小，肉小。台湾人不用肉熊这个词，就大胖猪或小胖子。如果走在路上。以小女生的心情，你会先看谁？哦，第一眼一定先看 Alan， 因为他的脸比较窄，就是走在路上他会跟路人形成比较强烈的对比。可是如果要以性格取胜的话，我想可能倪安东会获胜。是，对。所以秋山，如果是你的话呢？这两个男生你会先看谁？倪安东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壮一点的，不喜欢太瘦的。好 ，OK。接下来呢是。小宝的好朋友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小宝的好朋友到底是谁呢？欢迎他，欢迎，欢迎，好。所以小宝，小宝麻烦你到他旁边。所以小宝有教过你怎么打吗？因为其实我也从小练，但是我练的都是真的，真打，所以假打。小宝是假打，假打。就是，因为他也有真打的部分，就是他会那种打不痛，但是看起来会痛的那种。所以我不懂这个意思，你可不可以用陈汉典示范一下？不用，他刚刚讲的其实很好懂啊，怎么？我现在会了，就飞出去了，怎么追？我现在会了，我现在会了。对，怎么追啊？就是追，怎么追上去？什么意思？我现在会，就是不要追上来。对对对对，那是你先手这样放嘛，这样停的，好。OK。OK， 好断。OK， 那用右手吗？可以可以。啊，左手好了。因为我常用右手，好好好，都可以，左手不再用了，左手要少用。如果我是追的话，哎呦，我会这样子滑过去，可以可以，我给你真的打，真的打哦，好棒的要求 ，OK 吗 ？OK 啊，而且我不还手，对，要打哪里？你到我这里，
这里的，看我这里，真的假的？你有多少的力量？我就真的假的，你也不要吧。那个，我有个专业的武术指导在这边，我能不能？他可以，他可以，还是我先示范，然后汉典学习。不行吧？你打更重哎。好，我一二啊哦。看我的表情，我表情，你表情还要一次，表情特写一下。可以甜美，表情甜美哦，表情要甜美。哦。看我的表情。要看我的手，要看我的手。所以小宝，你是真的用力耶。所以班杰是用气功抵挡你吗？为什么他都红了？你有学这个功夫吗？对啊，铁布有气功，什么铁布衫啊、铁柔功我都会了。我要看汉典的表情。哎，班杰，你打汉典的肚子？不是，打我他就会有表情，是吗？对对对，他不出力你就。所以汉典意思是说，即使你打他，你都会受伤哎？不可能吧？真的 ，man 一点啊。好，那这一次我让你痛，再打一次，这一次不一样哦，那个感觉不一样。我刚刚都没有用力，对，我这个是软的，这一次我用力。好，不行，我要左手，我用左手，来哦，下下，看我的表情，你表情非常，哦，怎么样？有没有不一样？有什么不一样？有没有红啊？蛮红的，这个比较红一点。真的有不一样吗？他就是有一个那种反震，对反震的力量，就是你用多少力气打他，你就被多少力气打到的感觉。所以班杰，你这么久了还没有放下武功哦？哇，因为我热爱武功啊。对啊，你看我的手这边有一点黑青，有没有？嗯。前天跟一个师兄在那个巧手，就是巧手，就是巧哎，来一次有没有？巧手示范一下，很简单的。巧手的，就是摸来摸去。我们的手这样子碰在一起嘛，这样有没有 ？OK， 你在抖，你自己刚刚要做伏地挺身的，我不会伤害你啊，就简单的嘛，就这样，就这样是叫巧手哦，有没有？那这个是轻松的，有没有？有一个声音，这还叫轻松的？然后这个，哦，耶，耶，我还没有出力啊，我没有出力，那是一个巧劲而已。巧劲，真的出力的时候，他手会断掉。小宝，你有办法跟他巧手吗？没办法太久。你跟他巧一下，会不会受伤？你们巧一下，不需要太用力的那种。轻松一点。啊！很用力耶，他越来越厉害了。以前还可以六下到七下，三下就是。我现在三下会痛。红起来了是不是？又来了。但皮会红，我也会红啊。就是不会怎么了你？对，你还好吗？怎么搞的？没事没事，你聊一下。有红起来？有，好超红！哇，他打我，他红，有没有？没关系没关系，回去 OK 了。这什么功夫啊？这叫慈祥格斗。慈祥格斗，因为他的目的是让你去了解痛这个东西是大家认为它是不好的。但是如果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去改变一下想法，或是不要有偏见，它不是不好的话，它就是一个东西在，这是一个念头而已。所以汉典有偏见才会。他有偏见，他觉得痛是不好的。你觉得痛好不好？好。你看，你真的是觉得不好，你才会怕。所以你要放下这个偏见。他有可能就是痛而已，而不是说。什么不好要怕他，我是干嘛？不用管他。安杰讲这时候还眼睛要看着远方哎。他因为他你眼睛又红了，你最近都没有闭眼睛吧？对，一定要用力闭啊，因为我的眼睛真的太大，我的眼皮真的是闭不起来。但是有时候眼睛红不一定是不好的。为什么？只是一个偏见。对偏见。